我想了一想，我现在和大家同在一条船上，那我就不应该孤立大家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我要和你们同吃同住。 思凤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不吃不吃，他不吃这个，他吃我这个。思凤，啊啊，怎么了？思凤，难道我这个红薯没有他的玉米好吃吗？我这个比玉米好吃多了，你快吃啊！我自己来。